我跟大家讲啊，我们来到了千年古城菲斯，这里有1200年的历史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臭名昭著的啊，在这边他们都在这边洗那个牛皮，弄那个牛皮。然后你看这是谁？我们感觉在厕所里洗牛皮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没有人下来过，我刚才问了，他们只在上面二楼，只在上面来看一下。我跟耀阳是近距离的来这里给大家揭秘，是第一个站在这个上面的中国人，给大家揭秘，太不容易了。耀阳，你要不小心掉下去，你就洗一个臭名昭著的澡，臭水澡。大叔说，一天有很多。有很多的影子，有很多。你们看漂不漂亮？这是二楼的，这是整个的菲斯古城里面，就是染皮革的地方是这样的，一个一个的大染缸。这里以前是五颜六色的，就有很多很多人来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到没有？员工都已经少了，因为现在游客比较少，然后皮子也比较单一。你看，我现在在拍摄，从二楼真的好看。商业。哦，你取来了，取来了，哇，这个干什么用的呢？马上你就知道，先让我拍。嗨，撒浪，撒浪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藏着一扇门，我迷蒙的眼睛里藏。初见你，蓝色轻盈春。